大家起立，何博士敬礼，博士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手提电话校正音，唔该。今晚呢盂兰节，我都唔知系咪呢个。今日系佛教嘅盂兰节，系啦，民间嘅咧就琴晚，佛教嘅咧就今晚。咁今晚嘅呢个盂兰节啊，咁啊开初冇谂起，咁所以咧如果唔系讲下盂兰节都得嘅，咁啊提两句啦。咁啊佛教嘅盂兰节咧就系七月嗱，盂兰呢个字一定系嚟自佛教，呢个肯定噶啦，即系冇，因为佢系梵文嚟嘅。盂兰吓，咁啊，全名咧应该系叫盂兰盘，盂兰盘。咁啊，因为以前咧僧团咧就有一个习惯嘅，就七月十五嗰日咧，因为呢一日咧亦都系僧侣出关，每一年咧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啊，或者咧叫夏季咧，佢哋就有一个叫做结夏嘅，结夏，结夏嘅意思即系话夏季咧就唔出寺院嘅。因为佢雨季喺印度，咁咧就唔出寺院，冇我冇所谓，有冇都冇紧要。咁咧就唔出寺院，唔出寺院咧，咁所以就即系等于俗称叫闭关啦。咁啊，去到七月十五呢一日咧，就系、是、圆满呢一日，经过三个月圆满，咁啊，所以呢一日又叫做佛欢喜日，即系佛即加牟尼佛每一年最中意边一日咧，就唔系佢生日嗰日。是七月十五，因为见到啲徒弟咧，呢三个月咧就好精进努力咁样啊进修。咁呢个结夏咧，咁啊根据我哋寺院嘅传统咧，正常一个僧人咧应该要完成五次结夏，呢个系基本要求。即系出家之后，佢应该要试过五次嘅夏天嘅一个闭关，唔准出去。咁你完成五次嘅结夏之后啊？之后咧，佢先至能够帮啲信众做一样嘢，就系、是、受五戒，系有分嘅，即系唔系话佢一出家做咗师傅就可以帮人哋做乜？佢出咗家就可以帮人受皈依，系咁多嘅啫。一定要经历过五次结夏，佢先至可以帮人受戒。呢个系传统落嚟嘅规则。咁因为十五号呢一日咧，就系、是、最即系、就是、佛最中意啦，因为大家喺呢日。咁喺呢日咧。就因为啲僧人唔可以出去嘛，以前就即系你睇泰国嗰啲僧人咪知啦，每日咧就朝早、晏昼就托住个钵出去，咁呢几个月佢唔出得街噶，咁佢就只系等人哋即系供养啊，即系拎嚟寺院，咁喺寺院里边再分配啊或者成，咁好啦，去到七月十五号嘅中午嗰餐啊，个关键喺呢一度啦，七月十五中午嗰餐咧。佢哋可以接受外界嘅人入嚟去供养佢啦，因为佢即系呢一日圆满啦。咁嗰日咧会点咧？就会整个盘出嚟。咁啲咁你又拎啲饼啊，你又拎啲生果，即系总之人人送啲唔同嘅食品嚟啊，有时候送啲衫啊、袈裟啊乜乜嗰啲啊，总之生活用品。咁就总之掉晒喺嗰个盘嗰度。咁到时候咧就平均分配。即系呢间寺院有一百个人，我哋咪分一百，即系呢度咁多样嘢，咁就变咗人人都系一样啊嘛，就唔会咧，咦我啊中意饼嘅，你咧就中意衫嘅，即系费事呢啲，你咁就会有纷争，同埋咧就喺修行上有一种叫分别心，咁所以咧盂兰嗰日咧就梗系整个盘出嚟俾，咁你梗系唔系整个啲面盘咁细啊，咁啊真系人人都要整一个好大嘅，咁所以盂兰盘咧，有啲人就误解咗，以为咧。是真的有个盘，因为他真的见到那天有个盘嘛，那他咪以为盂兰盘咪就是那个盘啦，在盂兰那天整个盘出来给大家摆嘢嘅，送嘢嘅礼物盘，不是，人家那个盂兰盘是真的咁啱，因为最后那个拼音是真的叫读个盘字啫，而咁啱那天真的有个盘摆出来是真的咁啱嘅啫，盂兰盘的意思就是你个痛苦就好像被人倒吊来打咁样。用我哋中文粗俗啲讲就系你俾人吊起嚟打，你谂下俾人吊起嗰个脑充血啊，即系向下嘅时候，你面都红晒啊，好辛苦啊咁啊嘛，佢就系指呢种辛苦，咁就叫倒圆，吊翻转，
咁所以咧就要集合七月十五咧嗰日咧，大家因为都可以出关啦，可以接受大家嘅供养啦，所以呢一日咧供养僧人咧就系、是、有大功德，大家亦都感谢嗰啲功德主喺过往嗰段时间咧。嗰三個月咧，又鼎力支持我哋啦。我唔係你淨喺間寺院度唔食啊，冇可能噶嘛。其實人哋都係供養你，所以佢就喺嗰日咧集合所有僧眾咧，就一齊誦經，就回向俾嗰啲功德主，同埋回向俾嗰個惡鬼道嘅眾生。所以呢日就成為咗盂蘭節。咁所以呢一日咧，通常會誦咩咧？就係朝頭早咧。即是大概七点到十点之间咧，寺院就安排咧就要念呢个盂兰盆经，跟住大概十点半钟到咧就接受大家嘅供养，即系供僧啦，就即系送请佢食饭，你请啲僧众食饭，咁僧众冇嘢可以送翻俾你噶，佢唯一送俾你嘅就系念经啦，就将个功德啊福报咧系回向翻俾各位，尤其是咧因为目见连尊者嗰个嘅古仔，咁所以咧。佛陀就教佢嗱，七月十五日呢一日咧就最好噶啦，因为点解大家嗰日出关，咁所以咧嗰啲力量咧系最劲嘅咁样。咁你话唔系七月十五、七月十六得唔得咧？咁冇话唔得嘅。其实你要超度佢，日日都可以超度佢，只不过即系话嗰日咧就啱啱咁啱，闭关出关啦。咁佛陀又高兴啦，咁样咁所以咧，有时系咧你想捐钱送俾佢，佢又唔得闲招呼你啊嘛。我闭紧关，我唔会走出嚟收你噶嘛。咁你咪冇嗰個功德力唔夠咯，所以點解要講七月十五咁緊要咧？咁樣古代，咁好啦，今日咧就講咗呢個就一個布施啦。咁啊，即係盂蘭其實就本來就一種布施，由布施嘅功德咧就回向俾所有世間或者出世間或者係嗰啲我哋睇唔到嘅眾生。咁而家我哋跟住今日講呢個咧，就係講咧就係我哋睇得到嗰啲眾生啦。啊，我哋咧就係點樣去救助佢哋？咁咧，所以就讲下呢个慈善与经济，好少人提嘅。咁因为前排啊，帮宝亮噏咗个讲座咧，就讲呢样嘢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啱啦，咁啊借呢个咧，亦都噏埋佢嗰个经济嘅问题。好少人就讲嘅寺院经济，好少人研究呢个问题嘅。嗱，首先讲慈善先，点解要做慈善啊？做慈善咧有两个原因嘅啫。第一，这个是我们发自内心，我们见到人差，见到人不好，我们自然就有一种心是想帮助他。这个是一个人的天生的一种善良的价值来的。那当然你可以透过后天去扩大他。啊，我怎样可以将我见到人家卖旗啊，那我们帮助一下他啦，这个是一种善行。见到人家阿婆行过跌亲，那你扶起他，这个是一个善行啦。但我哋可以透過後天咧，就係擴大佢。喂，我淨係賣旗幫唔得幾多個嘅啫喎，或者用咩方法可以令更多人受惠？我哋會諗好多呢啲嘢。咁呢啲就係後來擴張。但係其實我哋做呢樣嘢之前，係因為我哋嘅心裏邊本質咧，我哋一定係有種慈善，有種善性存在。見到人哋痛苦，我哋希望幫佢。拔除个痛苦，见到人哋快乐，我哋希望将佢嗰种快乐延长。呢个系一个人性嚟嘅，或者叫天性嚟嘅。不过调翻转咁讲，我哋亦都会咧，因为后天嘅缘故咧，会将呢种善性咧，亦都会降低。有时我哋会谂边帮得咁多个啊？啱唔啱？系嘛？都系咁啊！跟住咧，连个个都唔帮啦，悭翻啦。系嘛？喂，个个都叫我卖旗喎，行入个地铁嗰度成排成条队喎，买得几多个啊？咁我哋有时都会咁谂啊，咁啊咁啊呢个都唔买啦，索性。有啲人就唔系，我买呢个啦，买咗就得噶啦，咁啊即系等于系噶啦。咁即系话咧，虽然我哋天生系有一种慈悲嘅一种观念，或者系一种善良嘅本性，但系咧都会好睇我哋后天咧嚟去究竟将佢扩大，定系将佢咧系缩细。好啦。而但是在佛教的角度呢，如果你是一个佛教信徒或者你是一个宗教信徒，不要只是讲佛教呢，就善是一定要去培养的，要扩大的。而以佛教里面的大乘佛教呢，是更加着重要将这样东西是大力这样去在你的心里面呢，是要扎根。所以由善呢就去到慈悲，由慈善去到慈悲。那种心情是很重要的。咁
大成點解話佢緊要呢？因為後面呢一句先係最緊要，就立為戒律，即係咩？我見到個人跌親，我去幫，我去扶起佢，咁咪好事啊！喺大成個角度咧，就覺得呢個人跌親，如果你唔去幫佢扶佢咧，你就犯戒啦。但係喺我哋世俗社會唔會咁，我最多就係話，我見到佢跌親，我冇反應啫，即係理論上都唔應該鬧佢嘅。雖然而家你上 Facebook 日日都鬧噶啦呢啲嘢啊，呢個冇人性，呢個又咁係嘛？其實佢可能只係冇做一啲嘢，冇做一啲嘢本質佢唔係一定係惡嘅，唔係一定係差嘅，好多原因嘅可以，可能佢都嚇一嚇咧，佢可能都定我都唔知自己發生咩事都唔奇噶嘛。所以呢個又唔合理嘅。但係如果喺大乘菩薩嘅精神度咧，或者受過叫做菩薩戒嘅信徒咧，你要留意啦，佢會列咗一堆嘢。如果你在日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而你没有去做到的话，你见到人家痛苦而你没有走去帮人家拔走他的话，那你就犯戒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当然觉得很重要啊，这件事。如果不是，他不会用一种戒律的形式，你不做就不得，这样的性质呢就去训练我们。所以菩萨戒其实的意思就是训练我们去将自己的慈悲心大快速擴張的一種訓練嚟嘅，所以如果你聽聞咧，即係你聽過啦。如果你是佛教嗰啲道場打滾得耐嘅，你一定聽過菩薩戒弟子。你估有咩特別咧？菩薩戒弟子，菩薩戒弟子就係企前啲，參加法會嘅時候就企前啲，因為佢受咗戒，因為按戒嚟分嘅，受嘅戒越多越重就喺前邊。啊、新嚟的就在后边，一定是这样的新嚟的。其实是这样的，没什么特别的，就在寺院。但是呢并不是的。你不要为了这件事去受菩萨戒、啊、搞清楚、啊。因为我有得企前一点、啊。我看着不用看个荧光幕，我看着那班大和尚在前面，不是这些。而是呢它本身就是训练我们要做一个菩萨里面需要有的慈悲心肠。所以他所有东西都要用戒律的形式，因为即是等于你翻学，为什么要你做功课？要你做功课就是因为要你逼你去熟悉那样东西嘛。好了，如果那我不做呢？不做，所以你就犯规咯，不犯规就要罚你咯、啊、抄两倍、啊、或者留堂，为什么要做？那你说你翻了，你说调翻转去讲，喂，我们当初来不是被你罚的、目的，你又有你的道理。是吧？我交学费不是给你罚的、哦、问题是我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给我训练嘛。同样你受菩萨戒的目的就是训练要做菩萨，所以才会 出现了一大堆这些这样的戒律。那你可想而知，就是这个是重要的。现在我们讲这个慈善呢，我们讲佛教慈善，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纯粹是你个人的，你见到那样东西人家有需要，我即时给一个回应他，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单纯的发心，简称来讲叫做单纯发心。那你要做这件事就好看了，实际情况啦，譬如说喂个对面火烛，即是很老实讲，我们除了打电话嗌救命之外呢，基本上我们都没什么可以做。最多就在这里拿个水喉离远射下去，是这样的啫。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能力有限。哇，我们又没有那些架撑，又没有云梯，又没有，就算摆在这里我们都不懂用。我哋个办法就只系打电话啦，系嘛？或者做一啲办法啊，等喺前边嗰个路口度截嗰架消防车入嚟啦，叫啲车快啲嗱嗱声走开。我哋只能够做呢啲，呢啲就系要因应我哋嘅现实情况同埋我哋嘅能力去做，系咪慈善呢？呢啲都系。呢、这个就好睇你个人嘅程度嚟去单纯嘅回应，就系咁嘅啫。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教内系统，即系话，诶，我哋见到有一个持续的问题出现了，例如成日听嗰啲叫易学啊，赠医施药啊，即系呢啲咧，佢一定系发现咗咧呢个社区咧，梗系有一啲经常出现嘅问题，唔系你帮一次帮两次就得嘅。同埋你有冇留意而家多咗人咧系送饭啊？即系无论系以前啊差铺行先，后来搞下搞下咧，就而家都多咗好多啊茶餐厅啊。有啲食肆咧，佢晏昼嘅某一个时间咧，以前啊送即系嗰啲斋铺啊送嗰啲斋饭嘅，
咁啊，又邊個邊個贊助咗幾多盒？咁啊，逢初幾或者邊一日咧？逢禮拜幾咧？咁啊，叫啲老人家或者有需要嗰陣時候就去排啦。咁樣派完就冇嘅。咁啊，後來搞下搞下咧，我又留意到啊，有好多茶餐廳開始多咗呢樣嘢嘅喎。咁佢唔係淨係即係唔係素食啦，即係總言之，邊個家庭緊張或者剩咁，總言之就攞去啦咁樣。咁呢個點解會咁做？就可能佢就係發現咗某一啲嘅地區裏面有啲特殊嘅情況，佢經常都有呢啲問題。我哋想持續咁幫佢去減少呢種嘅痛苦或者困難。咁所以咧，教內設置嘅意思就係佢特別咧喺成個佛教裏面，佢因應呢啲問題而設立咗一個部門。呢、這個部門就係恆常希望嗱，加咗兩個字先。希望恒常咁提供呢一種服務俾大家，以減低大家嗰種痛苦。贈醫施藥就係其中一個經常有嘅嘢。咁但係既然要恒常地去做，或者持續地去做，咁就需要後面嗰兩樣嘢啦。第一個需要有錢啦。喂，我見到佢跌親，我扶佢，呢個同錢無關嘅，係咪？對面火燭，我打電話，呢個唔係同錢有關嘅，但係。我要經常贈醫施藥，我要去派飯，喂，這個就跟錢有關了。咁所以首先要有錢是怎麼來先。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有時有錢就沒用的喎、啊、我找到個有錢佬啊，掉嚿錢出來啊。喂，你懂不懂做呢？經營啦，即是你懂不懂去運作它呢，亦都是另外一個，即是簡單來說呢，那些叫工商管理裡面所說的一個人力資源，一個財力資源。咁你搞唔搞掂呢兩樣嘢？搞得掂呢兩樣嘢，你先至可以繼續將你呢個慈悲嘅事業咧，由個人嘅層面就去到一個咧係有系統嘅管理層面。咁啊，涉及啲乜嘢咧？就涉及咗咧經濟同埋我哋嘅服務啦。即係你呢度有咩需求，我哋就提供乜嘢嘅服務。好多細路仔流連浪蕩，咁我哋就要我哋嘅服務就係托兒啊，照顧細路啊。俾公書教學啊，呢啲呢度多人病嘅，我哋就要贈醫施藥啊，幫人睇病啊，安慰人啊，甚至係嗰啲看護啊，等等等等。多人心理有問題嘅，你要揾多啲人去同佢哋啊講心啊傾偈啊，講下心理嘅嘢啊，俾佢哋抒泄下。所以而家點解咁多講正念啊？突然間呢幾年，其實正念唔係新嘅，係個詞語新啫。你有冇留意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叫做禅繞啊、仲撥啊、畫曼陀羅啊呢啲嘢，全部即係一千幾百年來佛教裏面都有嘅，都唔係新嘢嚟嘅。但係而家就拎曬出嚟咧，獨立逐樣嚟。咁點解啊？因為我哋而家對嗰個心靈嘅需求大啊嘛，咁你咪要提供呢啲嘢咯。咁但係你提供呢個服務之前，唔該你先要解決咗一個經濟問題先。於是我哋就要探討一下究竟佛教嗰個經濟模式係啲乜嘢嚟嘅。我相信今晚噏完之後呢，你都會好意外，或者呢係完全冇想象過，有好多經濟活動基本上就由佛子發明出嚟嘅，係由佛子衍生出嚟。到今日我哋好多金融嘅機構其實就係由佛子衍生㗎。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呢，早期的僧團呢就是叫做對外依賴型。對外依賴型，對外依賴型是什麼？你要想是佛陀的年代，二千多年前他們在深山修行，他所有的東西基本上是透過外界供養。但是說完他雖然是透過外界供養，但是呢不是今天的情況，今天都是受外界供養，但是以前的生活很艱苦，以前的生活需求是很低，基本上对外的依赖是什么呢？第一个依赖的就是食，首先是飲食先，因为飲食一日你要吃两餐嘛，一日要吃两餐。第二个先就是那些衣着的东西，虽然印度天气热，但是都是要穿衣服的、仍然是有的。所以为什么衣钵这两个字这么重要呢？衣钵就是这样，钵是什么？钵就是吃饭那个碗、我们中国人就用碗、印度人就用钵，因为钵呢
佢仲可以裝埋液體，咁我哋個碗都可以裝液體，咁即係但係佢嗰個特質係咁樣嘅，所以佢特別要高啲，跟住個口咧要覆翻上去，就因為佢係有吸蓋，佢會包埋液體喺裏邊，即係以前簡單嚟講撈埋曬落去啊，撈埋曬落去。咁但係中國人食飯就唔係噶嘛，即係飯就飯，湯就湯啊，兩樣餸就餸啊，三樣嘢拆開噶嘛，即係理論上唔撈埋一齊噶嘛。咁所以衣缽就係、是、第一就係著嗰件衫，第二就係嗰個食嗰個氣，即係呢兩樣嘢就説明咗佢嗰個經濟最主要係依賴外界提供呢兩樣嘢俾佢。但係衣有個好處咧，就係、是、你唔係日日都需要換件新噶嘛。你攞咗呢件，你可以著一段時間噶嘛，你自己會洗啊，會剩。咁你話嗰啲，咁佢仲有住咧？誒，人哋住深山嘅咋，係住山嘅咋，即係相對咧，有人提供一個所謂精舍室內嘅空間固然好，冇對佢嚟講亦都唔係真係咁大嘅難關，咪揾嗰啲山洞啊，揾嗰啲即係總之天然嘅環境可以遮風擋雨嘅地方啦。咁所以以前嘅經濟咧，相對嚟講咧，佢雖然係對外依賴，但係咧，亦都因為生活艱苦，本身開銷唔多。咁但係當你人數一多咧，你就要都係要維持嘅，因為咧喺咁多人當中咧，人得多咧就有一個問題咧，係會形成負擔嘅。除咗食同埋著之外，就係、是、病。人多。即係會病嘅人就多咗啦，咁你冇理由睇住佢死噶嘛？喂，你病喎，人始終都係死噶啦，得啊，你冇理由咁噶嘛？你梗係要揾個醫生翻嚟睇下佢啊！喂，你又有醫生啫，咁你都要揾藥噶，咁啊當然唔係我哋今日去藥房買藥，都係上山摘啊，去剩啊，但係有啲都係真係要去藥材鋪度買嘅，雖然佢哋都係食嗰啲，即係同我哋都係食中藥，好似中藥咁摘啲。藥材翻嚟跟住煲，咁但係嗰啲有一啲係可以上山摘啫，但係亦都有一啲係要錢買，仲有你可能有啲病咧係需要看護嘅，你要揾專人去照顧佢嘅，咁呢啲就會形成開銷啦。咁所以自院咧其實最主要咧嗰、那個最大嘅嗰個洗費咧，反而係嚟自僧團，即、就、係、是、有一班人一齊修行嘅時候所衍生嘅各種嘅問題。尤其是疾病，咁所以最早嘅福利咧，你估系咩咧？就系、是、呢个啦，有喺佛经里边叫圣人病方院啊。咁啊，唔系圣人先睇得病嘅，即系意思系话呢一个系专服佛教嗰啲人士，因为出家人啊嘛，所以佢叫佢做圣人，就唔系真系嗰、那个，唔系嗰啲成咗圣先至可以睇病，唔系，亦即系喺印度嘅角度，呢啲出家人其实就系英雄，就系圣人。咁就喺寺院里面就設立一个病方院，即係话如果我哋有啲徒弟僧众呢，佢哋病咗呢，佢哋就专门去嗰个空间嗰度呢，就喺嗰度休养。所以你就需要有几个专职嘅人，就係、是、专门同佢哋定时喂药、煲药、喂药、料理佢嗰日常生活里面嗰种各种嘅问题。咁你知有病嘅时候呢，亦都有啲大小二便失禁啊，之而且你都要清理佢噶嘛，你都要帮助佢噶嘛。咁所以咧，呢、這个病人圣人病方院咧，第一个就系帮啲僧众睇病。咁第二咧就系、是、要点算嗰啲药材，即系譬如话，哎呢、這个人有病，我买咗啲药翻嚟俾佢用，可能有食剩嘅。哎食剩之后咧，佢唔会话，哎咁啊倒咗佢啦。我哋出家人就唔系嘅，即系留备。将来有其他人有病的时候呢，我们就拿回这些药出来去病。所以你就需要有个专人，还有一个空间呢，就专门去处理那些药品的地方，就是这个圣人病方院的一个即设立。咁啊，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早期都是外向型的，完全外向依赖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我们之前讲过，佛教传入来的时候呢，不是可以自由传教的，它是皇帝批准的。要譬如开寺院或者你要做和尚，你一定是要得到朝廷的批准的。所以很多的寺院你会有机会第日回大陆看呢，第一叫做开元寺，那些很多间的，潮州又有，周围都有开元寺的。它就是这些是戚寺，你有时叫牌呢，古代就写戚寺开元寺，就是意思
是皇帝俾的，是皇帝自己私人揞錢，或者是皇帝用朝廷的錢，那些就叫赤字，即是官方授予認可的，在這些地方裏面就是信得過的了。那這些地方呢，因為他所有的開銷建址啦、日常的生活啦、衣食起居的所有洗費呢，全部都是皇帝給錢的，或者朝廷給錢的。那些僧人的數量也都限住的，啊，喂，這間寺院只能夠一百個人，就一百個人，這一百個人要登記的，不是你說的，哎，我收了幾個徒弟，我加上不行。所以以前做，即是早期那個僧官制度，就是和尚是要考試的。因為為什麼呢？其實他是國家公務員來的，你搞錯了一個問題，是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國家公務員，他們的名額和他們的開銷全部是政府給錢的，所以他們要經過學識、宗教和品格三個測試，批准了然後才可以剃頭出家。好了，然後他跟著就指定他去哪間寺院，所以他在那裡基本上所有的洗費已經是阿公給了錢的，他住啦，他食啦，他所有东西也有的了。那他们根本是不需要去赚钱的，第一样。但是问题开始来了。本来这间东西就好像这里这样，啊，这里呢皇上已经给了钱的了，那大家来听东西不用钱，不用洗费啊。但是你都不好意思的嘛，你入到来都，你是信徒啊。你入到来，哎呀，你讲完佛经，咁你梗係点呀，咁梗係掉封利是呀，哎呀，佢请咗我哋食饭，喂，我哋都唔好做呢，這个即係唔好占夺僧伽嘅资源啦，係咪，哎，我哋请咗我食饭，咁我又捐片啲。好啦，咁问题就嚟啦，呢度啲嘢全部阿公俾晒钱。咁你捐嗰啲钱究竟归边个嘅呢？新出嚟香油钱啦，而家。大家俾嘅啲香油钱系点？仲有啊，你唔系净系拎香油嚟嘅，啊。哎呀，我耕田嘅，我哋种咗好多番茄啊，我又整对番茄嚟，你又整对薯仔嚟，你又整，喂，咁呢啲食嘅嘢，嗱呢啲咧，朝廷俾啊俾钱，但系钱又唔食得落肚嘅，同埋钱又唔会坏噶嘛。但系佢俾啲番茄嚟，喂，摆三日佢又坏噶啦，咁即系话我而家要食咧，食呢堆嘢先。咁呢堆嘢食咗，即系朝廷本身俾咗落嚟嗰啲饭钱咧。其实你冇使到㗎喎，咁又去咗邊呢？好啦，於是呢，原来就係咁，朝廷俾晒常額費用之外，原来大众又会俾錢你，又会供养你財物，供养你乜乜乜乜。於是呢，寺院就係一个呢，係讲得衰啲，係一种喺无本生利嘅情况下，佢能够快速累积大量现金，是现金啊！搞清楚先，仲劲过银行啊！佢唔好睇小佢，系真系劲过银行嘅。讲大嗰啲寺院啦，唔好细嗰啲唔计啦。大嗰啲寺院就因为佢越大，越多人去，越多人去就越多人俾香油。但系呢啲钱其实本身系佢唔需要嘅，因为所有嘢本来阿公俾晒嘅，所以你做公务员应该系唔收得钱噶嘛。但佢又唔係，因为佢自愿嘛，喂，你嚟布施，我唔可以唔俾机会你布施㗎嘛。或者喂，盂兰节我寫个祖先牌位帮我念经，佢都要俾钱㗎嘛。係咪，佢表达佢嘅心意其实係。咁佢咪收收埋埋咪好多呢啲嘢啦，咁你又送啲嘢啊，你又送啲嘢啊，咁样。所以原来自愿就係一个呢，係大量累积现金啊，唔係财富啊，係现金嘅地方嚟㗎。你以为山西票号有钱啊，我话呢唔係啊。寺院仲有钱啊，现金，现金仲多过票号啊！好啦，跟住落嚟啦。咁你收咗咁多嘅现金之后嚟做乜嘢呢？咁於是呢，就开始有啲人呢，就喂，反正我哋啲洗费都已经阿公俾晒嘅啦，我哋又唔需要自己洗钱噶嘛。咁呢啲钱就最好就系利益翻啲众生。所以佛教开始喺南北朝入嚟第一个嘅高峰期嘅时候呢，当时呢，就喺一啲嘅官身嘅支持之下咧，就喺寺院嗰度咧就开办呢一啲慈善服务。其实佢唔系净系佛教慈善，而系根本系中国历史上嘅慈善服务嘅起源咧，大部分同佛寺有关嘅。就系我，因为我呢度有大把钱，所以皇帝资助我哋之后咧，我哋仍然能够咧系继续咧系 support 落去。
有官方抌錢落嚟，我哋亦都補貼一啲，反正啲錢都唔係我嘅。咁所以最早咧就叫綠疾管，就開呢一間就專係幫人醫病嘅。咁啊，同頭先聖人病方院有咩唔同咧？聖人病方院咧係喺僧團裏邊咧，佢主要係為僧人醫病，因為僧人住嘅地方喺郊外，同民居其實係有距離嘅，好難下下走去拍門嘅。哇喂，嗰、那個人咧都已經肚屙。面青口唇白喎，你仲要喺度走走一個鐘頭走出去，其實嗰個都暈低咗，都唔使救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僧團自己設立一個病方院咧，主要為自己啲僧人睇病。但係呢個六疾館咧就係寺院附設出嚟，除咗幫僧人睇病之外咧，亦都可以幫周邊嗰啲小村落，講中國呢度去到就係中國噶啦。中國附近嗰啲好多時候行落山，其實有村民噶嘛。如果他们有病，你都可以来这里看，不只是和尚 看病，其他人你都可以顺便来看。他的经费就由这个的文慧太子是支持自愿补贴。另外呢，梁武帝更加出名，什么都搞了。他其中就办了这个叫孤独院。孤独院就不是说孤独，不是说你入了去就很孤独，而是指呢是专是帮那些是即是孤兒啊，或者啲冇人照顧嘅老人家，冇仔女啊，諸如此類啊，咁咧就等佢哋能夠喺呢個地方，尤其是老人家，就等佢喺呢度咧有人咧係即係照顧佢終老。咁當然係皇帝俾錢啦，所以叫孤獨院。當然亦都係呢個名係嚟自佛經噶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啊，呢個繁增犀利喎，呢個叫做拿連提例。拿連提例耶舍，唉，六個字，拿連提例耶舍，佢係一個好出名嘅梵僧。佢出名嘅在咩呢？就係佢係一個好叻嘅醫師。佢唔係中國人啊，佢係印度人啊，梵僧嘛，印度人。但係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叻嘅醫師。佢嚟到中國之後咧，係得到，因為佢識醫病，所以皇帝咧都奉佢為國師。国师好多种嘅吓，唔系净系啲奇遇啊、打仗啊嗰啲嘅国师，而系咧佢就因为医病，咁你皇帝都会病噶嘛，皇室咁啊，喂佢医得好噶，咁就于是咧就奖咗好多奖金俾佢，然后咧就俾咗个官衔佢，咁佢就攞咗佢皇帝俾嘅钱咧，佢就翻去寺院咧就搞咗呢一个叫做例疾坊，其实啲钱系奖励俾佢嘅，不过俾咗佢啊。其实就开初皇帝都冇谂过佢攞嚟咁用嘅，佢就咁我一个和尚，我有咩用啫，系嘛？咁佢就攞皇帝送嘅钱，就去咧开咗间咧。你睇个名啊，劲啦！丽疾，丽疾同六疾有咩唔同咧？系喺南北朝嘅时候咧，佢认为有六大疾病。当时啊，人啊最麻烦有六大疾病，不过我唔记得嗰六大系乜嘢啦。啊，即系撞亲啊，就铁打啦，跟住有啲内科，即系咁样，好似我哋而家讲咩科咁，总之系人有六大疾病，其实只系一个总括嚟嘅啫，意思即系全科啊，你唔明即系全科。呢、这个例疾就唔同啦，例疾你一听个名字就知啊劲啦，即系瘟疫啊，佢专系咧就系揾做个隔离嘅医院，奇难杂症，人人都唔敢医，或者你知啦，哇呢、这个有传染病噶、啊。喂，有啲醫師都走啦，係嘛？喂，唔理佢啦。誒，呢啲得咩麻風病得啦？你入嚟呢間嘢度，因為佢係名醫啊嘛，佢係有印度，即係喺嗰邊學咗嘢，咁所以佢喺呢度咧就辦咗一個例疾坊，最難搞嗰啲嚟我度，呢啲人唔能夠捨棄佢嘅，係嘛？呢個喺慈悲嘅概念之下，咁啊，所以叫咯。咁呢幾間嘢咧，可以話咧，即係話。在南北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呢是有一些中国早期的慈善机构。不过他们都跟佛教是有关系。那么去到唐朝呢，还整了这个叫碑田院，现在没有了，在中国没有了。因为有原因，后来没鬼晒这些东西。碑田院，但是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个牌匾哪里影回来的呢？在日本影的。就是因为唐朝的时候将这一种福利寺院的福利的概念呢传过去日本，所以日本一路都有碑田院、哦、一样有、哦、我们中国没了。那为什么没有呢？是有原因、啊、当然。那后来呢这个碑田院呢
意思即係話咧，點解叫悲田呢？好啦，頭先我哋講寺院咧，積累咗好多現金。喂，你以為做慈善有時都做唔得咁多噶嘛？佢現金多啊，因為咁我就開間，喂，我開間藥鋪，幫大家贈醫師藥啫。喂，我下邊嗰幾條村來來去去都係嗰堆人嚟嘅啫喎。即是说 你开间嘢都冇咁多服务要提供喎，佢冇咁多人嚟睇病，但佢钱多喎，咁点呢？於是呢，其中一样嘢就係投资房地产啦，买地。咁当时买地最多就係买田，买田地。所以悲田嘅意思就係咩呢？我呢间寺院本来所有嘢已经划晒阿公俾咗钱，但係呢我就攞咗呢啲额外嘅现金呢就去买地，就买好多田产。咁呢啲田產佢愛嚟呢就係有啲人自己種啦，少量係，因為你都冇咁多人啦。第二呢就租俾你哋，租俾你哋耕田。咁你就將呢一個田嘅每年嘅田產幾多幾多呢就俾返寺院。咁當然有啲人俾米俾實際啦，有啲就俾現金。即係總之你今年賺到幾多，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交租，交田租。就攞呢啲田租呢就愛嚟支持呢啲慈善嘅人。所以这个悲田院嘅意思就係呢個空間裏面提供嘅服務呢，佢嘅資金係嚟自於嗰啲常產寺院買咗嗰啲田產咗換返嚟嘅租金，咁就叫做悲田院。咁當時喺唐朝呢就好流行嘅，好多寺院反正大把錢係咪，咁就做多啲慈善都有乜所謂啫係咪。但係呢你真係諗都諗唔到嘅，有時呢啲嘢朝廷有班官員反對，有班官员反对。咁尤其是呢就是呢个滅佛啦。咁我哋知道呢即係喺唐朝武宗呢，唐武宗呢我冇记咗应该係734年呢，定唔知730嘅，总之係咁上下啦。700几年呢就唐武宗滅佛。原因呢因为第一佢係笃信道教，佢唔鍾意佛教。咁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是因为皇帝唔鍾意佛教嘛，咁所以佢滅佛嘅时候呢啲人就搵啲理由就去啄住啦。第一，佛教全部都是受国家供养的，但是它又不是生产的，即是对国家没有贡献的，其实你只是念经而已，因为念经看不到贡献的嘛。你念了多少万次经对国家那有什么提升呢？你是看不到的嘛，你说的而已嘛。我们的国运昌隆就是因为我们念经念得多，你人家不是这么理解的嘛，他只会觉得不是，我们年年花了很多钱出去。咁所以喺呢个滅佛嘅过程里面呢，点解中国嘅佛教历史里面禅宗咁紧要呢，个影响咁大呢？禅宗大家听过啦，就係、是、因为禅宗係最早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係虽然我哋呢间寺院係受朝廷贡献，但係如果我哋作为僧人，我哋今日冇做好我哋自己本分，我哋唔应该食，唔应该食人哋供养嘅嘢。第二，仲偏定咗咧，虽然朝廷供养咗嘢食俾我哋，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应该要自己去耕田。朝廷已经拎晒啲粮食嚟噶啦，有咩特别滴水啊？哦，咁系嗰个，即系你有粮食，但系我哋唔食嗰啲，我哋点啊？我哋自给自足。我哋所有僧人除咗念经之外，我哋就喺后山嗰度自己劈柴，自己种田，自己种米，我哋食呢一啲。禅宗就係因为呢样嘢避过咗呢一次滅佛活动。成个中国佛教第一个消失咗嘅就係真言宗、密宗、东密啊，即係后来讲嘅东密，后来讲嘅东密啊，即係当时讲嘅真言，就係、是、因为密宗係第一个受朝廷资助最犀利嗰个。他们只是修密法，但他没有搞这些慈善之如此类的事，更加不会下去耕田嘛。禅僧就是最早下去耕田那个嘛，朝廷虽然给你，但是我们自己耕田。所以呢当他们一滅佛的时候呢，说你不是生产的时候，你看不是啊，我们禅寺的和尚我们没有吃过你那些啊，你是给了间屋我住的，很老实说其他东西我吃我自己的，我们自己上山斩柴自己耕田。就因为咁禅宗被甩咗，被甩咗之后呢就对我哋中国佛教影响大嘅。你会发觉无论嗰间寺院系乜嘢宗派都好呢，你会发觉
走入全中国的寺院呢，除了西藏那些之外，基本上他们的仪规为什么是完全一样的？你拿着那本叫做早晚课诵，那些斋谱有些结缘那些，基本上是可以行运整个中国的寺院，你去参加早课晚课是没问题的，最多是你听不明白那些地方话，但是基本上念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这次之后呢，禅宗被甩了呢，大家就仿效禅宗的方法去经营那间寺院，就所谓丛林了。